REMAX 房地产Tony Lai，帮你最短时间买卖得最好价钱，最少麻烦的最肯聆听，荣获 REMAX 房地产白金地产会大奖。Tony Lai 是你地产的 Super Guy。早晨啊！嗱，我哋台面咧，同埋呢位嘉宾咧，今日咧就非常之特别噶。系啊，因为台面呢啲小可以话系工艺品啊，艺术品啊，吓系十分之特别嘅。一阵间先同大家讲究竟系乜嘢嚟嘅咧。咁但系坐喺我哋直播室入边嘅咧，就系有一位叫珐琅工艺家，英文咧就叫 Enamelist 嘅 Victor Lee 咧，今日上嚟咧就会同我哋讲解一下佢呢一啲咁样咁靓嘅手工艺嘅。首先同佢讲声早晨先。早晨啊 ，Victor。早晨，我知道 Victor 咧就唔識講廣東話嘅，所以我哋好多謝佢今日上到嚟。但係咧，你就識聽廣東話嘅，所以唔緊要噶，少少嚇，唔緊要噶。你用國語同我哋講翻，或者甚至乎用英文答我哋咧都冇問題。我哋會翻譯翻咧俾我哋嘅家庭觀眾聽嘅嚇。咁啊，今日好歡迎你上到嚟先啦 ，Victor， 同我哋講解一下咧，究竟呢一啲喺我哋面前嘅 enamel 嚇，英文珐琅啊，但係中文叫珐琅啊，其實係咩嚟㗎？这个 enamel 中文叫做珐琅，它基本上是一种把玻璃粉融化在金属上的一个过程。中国人比较容易了解的就是景泰蓝，大概有一点概念。景泰蓝就是把玻璃粉融化，高温把它融化在金属胎上面。那我用的这个部分呢，都是用贵金属，所以比较玻璃粉比景泰蓝要细，所以颜色比较漂亮一点。其實咧呢一啲 enamel 啊，佢係用一啲玻璃粉咧融化咗喺一啲金屬上邊咧，等佢咧可以好啲咁樣去上色㗎。都係唔同平時嗰啲陶瓷咧，人係喺玻璃上邊啊嘛，今次喺金屬上邊用啲玻璃粉畫上去，呢種好高嘅技術去做呢樣嘢嘅。咁係咪所有嘅 metal 咧，所有呢啲 metal 嘅物料都可以畫到呢啲嘢，或者俾啲玻璃粉融上去㗎？不是所有的 metal， 不是所有的金属都可以，要有特别的几种。最普遍的是铜 copper， 还有就是银 silver， 然后 gold 非常贵，所以一般人很少用 gold。用 copper 比较多一点，黄铜，因为他们这种金属在高温以后，它收缩的速度跟这个玻璃粉是一样的，所以玻璃粉就可以附着在，不会裂。那其他的金属呢，像铁啊、金属啊、铜啊，那黄铜或者 aluminum 或者什么，它 shrink 以后呢，它的速度不一样，所以这个玻璃粉会裂开。所以这就为什么一定要特定的金属。明白，原来不是所有的金属都可以咁做噶吓，铜、银同埋金。都是可以咁樣做嘅，因為咧佢哋啱啱係熱化嗰個玻璃粉咧，融上去咧，唔係種種 metal 咧都會受嘅，咁變咗咧，如果唔係銅、銀、金嘅話咧，可能咧做出嚟嗰個效果咧就會冇咁靚。上邊都可能會裂嘅嗰啲顏色啊嗰啲嘢。咁啊想問下 Victor， 你做咗呢一個工業咧有幾多年啊？係咪好耐㗎啦？我做这个有差不多从最開始有30多年了。三十幾年㗎啦 ，Victor。三十年對。咁呢個技術就好多年前就已經有噶啦喎，真係話。對，這是實際上一個非常古老的一個藝術。在歐最早發生在歐洲中古世紀，他們很多教堂裡面做那個宗教的一種裝飾，用了這種技術。即係呢種藝術係由歐洲傳入中國嘅。對。咁不如同我哋介紹一下有邊一個嗱呢啲好多好靚，我見到譬如呢一個咁樣啦。是一隻貓嚟嘅，好多以動物做主題嘅喎 ，Victor。對，因為我自己喜歡動物，我喜歡各種各樣的動物。那麼我自己養貓，家裡有貓。那我喜歡貓。那在北美洲，貓是非常普遍、很受歡迎的一種家庭的寵物。很多我的客户都喜歡貓，所以我做的很多以貓為主題的，像那一隻就是因為參加加拿大跟日本的一個交流展。那么我特别做一个日本风味的，我叫它 Madame Butterfly， 因为它那个蝴蝶的翅膀，像一个穿 kimono 的一个
一個 lady 一樣。即係呢個係去參加一個日本嘅展覽嘅時候，一個作品嚟嘅。咁點解佢叫做 Madam Butterfly 咧？所以有少少日本嘅風味喺度。咁佢好中意貓嘅 Victor 自己本身咧，自己都有養貓。咁所以咧，佢好多作品咧都係用咗一啲動物咧嚟做題材㗎。咁跟住呢一個咧就係貓身。跟住咧就係蝴蝶身嚟嘅，大家睇到咧就唔係單單擺喺度俾你睇，仲可以戴上身嘅，因為扣針嚟啦，仲有好多唔同嘅首飾啊，咁都可以用呢種技術去做嘅。我好中意嗰條頸鏈啊 ，Victor 不如同我哋解釋下頸鏈啦，因為好特別啊。嗱，當然全部亦都係貓啦。因為很多人喜歡貓，我們都知道喜歡貓的人都知道貓有九命 ，nine life， 九條命嘅貓係啊，所以我在這邊就九隻貓。九隻貓不一樣的貓，每一隻都是individually painted， 但 however 它是在特別的放在九個錢幣上面。銀幣嚟嘅，全部都係。前個歐洲的一個 Denmark 的一個錢幣。所以这个 piece 在你不喜欢看猫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把它翻转过来。一物二用啊，就是变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感觉的。一個彩，一個即今日如果我唔想帶啲貓貓出街啦，我就去反轉佢嚇。抽佢啊！所以啊，Victor， 我知啦，你亦都參加過好多比賽啦，亦都攞過好多獎啦。你回憶最深嗰個咧，你記得最深刻嗰個係咩比賽攞嘅咩獎啊？或者最近啦，最近有啲攞啲咩獎？呀，我最近就是今年三月。在日本的一个展览呀，一个我的一个作品，那个 piece 现在还在日本，呀，我得的一个奖。那其实我参加过很多很多次的国际比赛，这么多年来得的很先先后后得了很多奖啊。展览。啊，这个 Victor 也都参加好多国际比赛啊，哈。那特别是这个 piece， 这个 piece 呢，它颈链来的。它是一个 cheetah 也是个猫 wildcat， 它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猫动物。那么这个 piece 戴的时候，你翻转过来，另外一个颜色啊，一个同样的 cheetah， 然后又翻转过来，你像变魔术一样的，就是有少少好似 day and night 咁嘅感觉啊，吓，即系日头同夜晚黑嘅 cheetah 啊，吓。我哋都知道咧，Victor 攞咗咧，这个得了每日新闻社的一个大奖，系啊，日本每日新闻社嘅大奖嘅，呢个就系呢个就系当时攞咗嗰个叫做每日新闻社嘅大奖，哇，好犀利啊！咁如果想揾阿 Victor 嘅话，其实 Victor 每一年咧都会去到 One of a Kind 呢一个 exhibition 嗰度咧，会做一个展览嘅，咁啊，每年喺downtown Toronto 係啦，咁啊，如果大家想有興趣繼續揾阿 Victor 去睇下佢啲作品，可以去到佢嘅 website 上面啦。呢個佢個網站啊，嚇。www.vleeart.com 嘅。嗱，我知道咧 ，Victor 一陣間咧喺國語嘅時間咧會繼續同我哋講解。咁變咗，如果有啲咩問題咧，我哋喺呢個咁短嘅時間未問到咧，就交俾阿 John 咧同 Wayne 繼續問 Victor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多謝曬 Victor 你上嚟，多謝曬，謝謝。